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哎，加密呼吸，嘿嘿。你的护士老师来了，加密护士带你领略变成大小事，加密护士带你每月获利无数次，加密护士带你顺利如此不再如此，日复一日快乐如此，我们搭着满面屋子，加密护士带你领略变成大小事，加密护士带你每月获利无数次，加密护士带你常有牛市往返熊市，不论何时我们阻止一起创造美好故事。它的周线来，根据昨天我们上课讲那个逻辑来，这边是不是一堆，这边是一堆针嘛，对不对？一旦你们看到像这个是日周线级别的针，可是这边这一根呢，它的针区被实体所占领，这代表什么意思？就代表这边的最高点一定会被它突破。 OK， 这样子的观念我在之前讲 LINK 的时候，两个月前讲 LINK 也讲过，还有昨天也提过这个观念。我们来看一下 LINK。好， LINK 当时在这边做盘整的时候，来这一段。OK， 这边这一区都是针嘛，对不对？这边这一区都是针，一旦你只要看到右边的 K 棒，它的实体的收线位置已经占领了这边的针区的时候呢，以长线来看，即使它这边要回撤，它还是会出现一根这种的，把它给突破，一突破就上去了。OK。所以这样子的故事也会发生在 DYDX 上面。OK， 所以待会我们可能就会看到它要突破。然后这个突破是毫无疑问的 WD， 而且是周线级别，左边的时间点跟右边的时间点的区间是刚好一比一，所以是个极度完美的 WD， 所以给他两个礼拜的时间，只要比特以太不搞事，哦，那么他来到2到2.24就是基本的。那2到 2.2 是在这边。OK， 那这边来讲的话应该会到 2.24， 应该会不止2。为什么呢？因为2这边没有增坚， 2.24 才有增坚。甚至会是 2.618。哦，所以这边看2.24到2.618可能会更好一点。6.9 到 7.9。然后这一段进入牛市，它的跑法就是这边大底已经出来了嘛，出来之后呢，现在它跑完往这边的过程。工商时间到了，加密胡士套餐如下。第一种终身或年费直播权，第二种 Bybit 直播代单，第三种家教班，第四种初阶班，第五种中阶班，第六种现货班，第七种网格班，任君挑选，任君选择，加入加密胡士，带你走过币圈大小事，关注士城，带你走过交易日月星辰。 Nice， 入群私讯小帮手 ，ID S88810777。然后接着这里做回撤，回撤点应该会跟左边这边做对称，然后最后就是
大级别的涨幅要跑出来。之前有跟大家讲过，怎么样量牛市的最低目标？很简单，直接倒匪波拿出来，最烂最烂最烂，倒匪波拿出来，底跟顶，然后直接对 0.382 到 0.35， 90% 都一定会来到这个位置。这边都是最低最低最保守的目标。17到 18。所以这里距17到18还有5到6倍。最保守。OK。好，那再我们看回那个刚刚有讲到 TRB。来 TRB 的话，我认为它会再回到100到110的原因，是因为它这边的回踩有踩到一个重要的点位，这里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为什么这边重要。因为它可以走到这边的原因，其实不是用 WD， 因为它这边 WD 走的有点太多了，它已经超过 2.618 那么多了，所以我们要看另外一个视角，镜像型的 ，OK， 镜像型的底部，而这个镜像型的底部呢，左边是回踩 0.382， 这里回踩 0.382。那这种回踩 0.382 的呢，目标跑到 1.382、1.618 都是很有可能的。所以我们来看，哦，它是中 1.618， 是吧？打上去回来是收回 1.618， 没有错。所以这个形态的颈线不是要看这，是要看这。所以我们把颈线区间标出来一下。OK， 所以它目前这里呢是回踩颈线区间，然后再来，我们从它这边是第一阶段的涨幅。更多精彩私讯小帮手。我怎么觉得刚开始啊？Thank you for giving me passion and determination. You bring man and man inspiration to our generation. You are the very legend. I will never forget why you've been teaching me. I will never forget how you've been cheering me. We'll always remember your legacy. That is the mind of mentality.